11月15日，10:30，我的心3度，回归二级风，慢跑10公里，将军岛之后2公里间歇无阻，加油！我要说两个字，想必就猜到是什么了吧？差不快，2公里间歇无阻，训练结束，组间休息5分钟。我不说我尽力了，我说我努力了。你的发间畅快，会有暖风穿，往家慢跑4公里，是你渴望，今天心情也是极好的，黎明的颜色，昨晚活都赢了，可把我高兴坏了。我的爱人啊，昨天等在我的草原，花了4.8块钱看国足，阳光穿透黑，听那个董路逗死了，一天让董路逗死，昨晚睡觉做梦都是国足啊。我对国足也是真心，怪人就干怪事啊，喜欢国足。五组2公里都是3:35完成的，就第一个是3:40，后4个都是3:35，最快的步频到了2:15，最大心率到了1:72。我的呼吸跑间歇的时候，就没有韵律，因为一心想着快嘛，想着用力，想着发力，尽最大的这个能力去跑这个速度，这个呼吸就没有韵律。除了间歇，除了比赛的时候，这个到了极点之后的呼吸是没有韵律的，就是剩下的我都是基本就是3步一吸3步一呼，或者2步一吸2步一呼，2步一吸2步一呼，如果维持不住了，基本呢就是到了极点了。我呼吸，我也是一开始也是跑就练，先练的步频嘛，步频我就不解开气，步频一开始是185，后来是195。不解开气，轻的维持住了之后，基本就稳了。之后把这个呼吸和这个步频都卡都能合上盘，所以说也形成习惯了。一跑起来，基本呼吸和步频都是能合上盘。呼吸的方法就是，腹式呼吸，尽量是，如果慢动作分解的话，就是。吸气的时候肚皮鼓起来，呼气的时候肚皮扁一点，要是慢动作吸的话，基本就这么个意思吧。腹式呼吸，呼吸比较深，练练行。我现在就是等自己形成一个惯性了，习惯了，它自然而然的那个呼吸就有韵律了。再就是我那个一路向北方，说啥了忘了，行，加油。我想起来了，我要说那个就是那个细胞分裂法，那个说日本那个呼吸，那个我也练过，我也用这个方法用了可能也一年多了，只用鼻子，就是慢跑的时候只用鼻子呼吸，也练过。有没有用啊？反正我心率现在140，能到慢跑140的心率能到4.5左右。我后来心率下来了，我也不用这个方法了。
慢跑机用鼻子呼鼻子吸也可以试一试，我用过一段时间。黎明的颜色，我的爱人啊。